这里有一棵野党参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这种就是野党参，这些是它的叶子。野党参也叫做土林参、土党参，它是属于桔梗科金钱豹属草之缠绕藤本植物。你看这种就是它的叶子，它的叶子有一点像心形，光滑无毛，背面也有茎纹。摘下它的叶子也会有那种白色的乳汁分泌。这是野党参开的花，这个就是野党参的茎杆，比较光滑，跟它的叶片一样。你看，一般都是攀附在其他植物上生长。这个它结的果实，看这些就是它的藤蔓。它攀附在这棵树枝上，你看它的藤蔓有那么多，而且也比较粗。估计这棵野党参生长了几十年。我们来找到它的根茎部分，把它的块茎挖出来看看。看它的根茎部分好像就在这里，我把它挖开来看看。看这一大颗野党参就挖出来了，这个就是整颗的野党参。看挖出来的这一大颗野党参，这些是它的叶子。你看它的块茎有点像胡萝卜状。你看这种就是野党参的果实，这种果实叫做算盘果，现在还没成熟。成熟了的这种果实，它是紫红色的，味道特别甜，小时候经常喜欢摘来吃。这种野党参它是属于滋补类的药材。看这个野党参是不是跟我们在药店里买的有一点相似。有一股甘甜味。像这种野生的野党参一般都很稀少了，一般都是很难找到，像这么大颗的更是少见。就这样拿回去，等它晾干的水分就可以拿它来炖鸡煲汤，都非常不错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